我也太喜欢你了，杯子还低一下。你骑啥车的？我真的是服了你了。我带我去外头了一下。老子就上个自行车，你才弄上瘾啊！他一天在屋里骑自行车，就是。就是，他一天的是自从买回来就不想离手了，一有空子就把他骑骑。买回来了吗？哎。你不晓得我昨天晚上睡觉才是把我吓得，他手抖抖抖抖抖抖像马达一样的。我说爷爷，那是哪么回事？是放高烧了吗？我去摸又不放高烧，我后来才想起，他怕是在学自做梦噻，梦到骑自行车噻。那个紧张法子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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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我吓惨了。然后啊，然后你半夜车那个脚又在那个蹬啊蹬蹬啊，我说你这一晚上还是把我弄得没睡觉。那个还正常，小孩子什么的，那叫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啊。黑拉滚烫上瘾了过后啊，很多人在讨论那个如何把体重减轻的问题。我去年照过一会儿过后，我也一直在想如何把我的那个体重减低一点。但是一直降到163斤过后，他就不动了，很难很难再改变。平时呢，我吃也没说吃很多东西哈，我要弄白菜凉拌去吃啊。我们把白菜先切成丝丝啊。不过像我们这种太胖的人，确实是要减肥，那样子才有女生心情。刚说老实话，不过要减还要运动。你那个是拿来凉拌的？啊。你不担心吃了拉肚子吗？那可能的。撒点毛毛盐，然后腌个十分钟。再来炒个牛肉肠哈，那个不是我的肠哦，你们不要看错了哈，那是牛肉肠。看，安逸得很。也是三根儿啊。啊。你晓不晓得三根40块钱的？三根40。啊，我去买的6根81块钱。哎呀，里面全是肉，我靠！他卖45块钱斤，但我觉得那个也太炸成了吧，三根都有，差不多一斤了。我估计里面可能也加淀粉的哈。是咯。干炒，放一点点盐啊。啊，炒大声就可以了哈。你可不是炒蛋生，你是炒糊了吧？没糊。二妹又转起车了，你不骑车了啊？摔了一跤。哈，摔了一跤。最后一次摔了一跤。终于摔了一跤，就是多摔几跤才出了危险，哦。啊，苹果好疼啊！把你白菜把水给它挤干净啊！哎，你挤出来就是盐水哦。啊，而且那样子吃不拉肚子哟。哎，挤干水分的白菜再把它放到那个碗里面，倒点佐料，再放点辣子，放几颗花椒，一点烫烫的菜籽油，倒点生抽。放点鸡精，再放一点点盐，一点点盐，我记得。抓拌均匀，抓拌均匀之前把香菜放这儿哈，不搞忘了。还有放点葱，啊，抓拌均匀啊。家里有条件的朋友可以放点花生碎，放点牛肉干在里面啊。像我家里面没有条件就算了。抓拌均匀，直接装盘，又下饭又开胃，哎，来一餐。好吃，你尝那个火腿好不好吃？我炒起来吃。可以，可以啊。嗯。那是牛肉火腿。牛肉火腿。今天拌了个凉拌白菜，我现在尝味道怎么样？不咋样也不行啊。嗯，那个下饭
那是你爸爸专门给他个人准备的，他要想热闹滚烫一把，就是看他做不做得到。做不做得到？做不到。我这儿永远都相信我。你是说你做得到还是做不到？做不到。我还听成了做不到嘞。我你他喜欢喜欢杯子还低一下，那没办法，他现在没法。我们现在哎，要不我陪你喝可乐？好嘛，好嘛。每次在姑爷那里去，他都要我喝。年轻人，我不建议中午喝酒。嗯，要晚了。23度。你下午还有事情？嗯。今天烧了个麻婆豆腐还是可以的，只是我没去配。一般我不太擅长的尽量少配。我也以为你不太擅长，结果你烧菜是可以。晚上我也想吃。晚上你要煮饭吗？嗯。给你拍个视频吗？不要。不要。他一天都在跟我练。真正让你煮不晓得咋样啊。今晚上20把他们生一会儿看。要来。只要他愿意煮。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，随便整。表达哪个位置就好，回来。你把它烧焦了呢？烧焦不会黑啊，你要尽量注意噻。你那个还油要吃啊？你要抢虎皮还叫羊哈？对，那个好像比虎皮要也烧。哪一个？以后就多整点那个菜，我们都一起热闹滚烫。哎，目标不多。整个十斤虾就行了，马上春天已经到了，看吧，又到了露肉的季节。所以你要抓紧着减肥，要不然想穿好看的衣服都穿不成了哈。嗯。